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. 我先走了。我先走了。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我去图书馆借本书。我去图书馆借本书。我去图书馆借本书。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。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。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。好，等一会儿你离开教室的时候，记得把灯关了。好，等一会儿你离开教室的时候，记得把灯关了。好，等一会儿你离开教室的时候，记得把灯关了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在会议室 in the conference room. 会议结束后，别忘记把空调关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别忘记把空调关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别忘记把空调关了。好的，王经理两点左右来了个电话。好的，王经理两点左右来了个电话。好的，王经理两点左右来了个电话。他已经到北京了。他已经到北京了。他已经到北京了。是的，他正坐地铁来我们公司呢。是的，他正坐地铁来我们公司呢。是的，他正坐地铁来我们公司呢。等他到了就告诉我。等他到了就告诉我。等他到了就告诉我。在客厅In the living room. 还差一双筷子，你去拿一下。还差一双筷子，你去拿一下。还差一双筷子，你去拿一下。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？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？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？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。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。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。真的呀，我把爸爸的生日忘了。那我们今天喝点啤酒吧。真的啊，我把爸爸的生日忘了。那我们今天喝点儿啤酒吧。真的，我把爸爸的生日忘了。那我们今天喝点啤酒吧。医生说你爸爸一口酒都不能喝，别让他看见酒瓶子。医生说你爸爸一口酒都不能喝，别让他看见酒瓶子。医生说你爸爸一口酒都不能喝，别让他看见酒瓶子。这个笔记本电脑我去年买的时候要5000块左右，现在便宜多了。我想把这个电脑卖了，再买一个更好的。现在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，看电子邮件。我已经很少写信，也很少用笔写字，已经习惯用电脑来学习和工作了。哪一天突然没有了电脑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个笔记本电脑我去年买的时候要5000块
左右。现在便宜多了。我想把这个电脑卖了，再买一个更好的。现在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，看电子邮件。我已经很少写信，也很少用笔写字，已经习惯用电脑来学习和工作了。哪一天突然没有了电脑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个笔记本电脑我去年买的时候要5000块左右，现在便宜多了。我想把这个电脑卖了，再买一个更好的。现在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，看电子邮件。我已经很少写信，也很少用笔写字，已经习惯用电脑来学习和工作了。哪一天突然没有了电脑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在家 ，at home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觉了？以前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。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觉了？以前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。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觉了？以前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。我明天8点就要到公司。我明天8点就要到公司。我明天8点就要到公司。有事吗？有事吗？有事吗？经理生气了，他告诉我明天8点不到，以后就别来了。经理生气了，他告诉我明天8点不到，以后就别来了。经理生气了，他告诉我明天8点不到，以后就别来了。在家 ，at home。我要跟周经理去外地办事，明天的飞机。我要跟周经理去外地办事，明天的飞机。我要跟周经理去外地办事，明天的飞机。那我帮你把衣服放到行李箱里吧，什么时候回来？那我帮你把衣服放到行李箱里吧，什么时候回来？那我帮你把衣服放到行李箱里吧，什么时候回来？1个星期就回来。一个星期就回来。一个星期就回来。哈，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。啊，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。啊，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。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吃的和喝的了。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吃的和喝的了。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吃的和喝的了。好吧，我已经把我的照片放在你的包里了。好吧，我已经把我的照片放在你的
包里了。好吧，我已经把我的照片放在你的包里了。在机场 ，at the airport。你怎么才来？你怎么才来？你怎么才来？对不起，周经理，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。对不起，周经理，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。对不起，周经理，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。快点吧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快点吧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快点吧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您有钱吗？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忘记带钱包了。您有钱吗？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忘记带钱包了。您有钱吗？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忘记带钱包了。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我是一个中学老师，教学生画画。每次下课前，我都会把下次学生需要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。但是每次上课时，总会有学生忘了拿铅笔，所以我有点生气。不是因为他们没带铅笔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。我是一个中学老师，教学生画画。每次下课前，我都会把下次学生需要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。但是每次上课时，总会有学生忘了拿铅笔，所以我有点生气。不是因为他们没带铅笔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。我是一个中学老师，教学生画画。每次下课前，我都会把下次学生需要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。但是每次上课时，总会有学生忘了拿铅笔，所以我有点生气。不是因为他们没带铅笔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。在家 ，at home， 你终于回来了，从哪儿买回来这么多东西呀？你终于回来了，从哪儿买回来这么多东西呀？你终于回来了，从哪儿买回来这么多东西呀？都是从那边的商店买回来的。都是从那边的商店买回来的。都是从那边的商店买回来的。怎么还买红酒回来了？谁喝呀？怎么还买红酒回来了？谁喝呀？怎么还买红酒回来了？谁喝呀？这是给爷爷的礼物，明天我们一起送过去，看看爷爷奶奶。这是给爷爷的礼物，明天我们一起送过去，看看爷爷奶奶。这是给爷爷的礼物，明天我们一起送过去，看看爷爷奶奶。那我的礼物呢？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那我的礼物呢？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
那我的礼物呢？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在家 ，at home。我今天看见你和一个女的进了咖啡店，她是谁呀？我今天看见你和一个女的进了咖啡店，她是谁啊？我今天看见你和一个女的进了咖啡店，她是谁呀？她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老同学。她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老同学。她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老同学。你们就一起去喝咖啡了？你们就一起去喝咖啡了？你们就一起去喝咖啡了？是啊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说了些过去的事。是啊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说了些过去的事。是啊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说了些过去的事。你回来的这么晚，是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吗？你回来的这么晚，是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吗？你回来的这么晚，是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吗？不是，没有公共汽车了，我是走回来的。不是，没有公共汽车了，我是走回来的。不是，没有公共汽车了，我是走回来的。在打电话 ，on the phone。小丽，周末你一般跟小刚出去看电影吗？小丽，周末你一般跟小刚出去看电影吗？小丽，周末你一般跟小刚出去看电影吗？我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我更愿意在家看电视。我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我更愿意在家看电视。我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我更愿意在家看电视。看电视有什么意思呀？看电视有什么意思啊？看电视有什么意思呀？可以一边吃一边看，坐久了还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会儿。可以一边吃一边看，坐久了还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会儿。可以一边吃一边看，坐久了还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会儿。你应该多出去走走，这样你们的生活会更有意思。你应该多出去走走，这样你们的生活会更有意思。你应该多出去走走，这样你们的生活会更有意思。有他在，我的生活已经很有意思了。有他在，我的生活已经很有意思了。有他在，我的生活已经很有意思了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丈夫是中学老师，他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，一边吃早饭，一边看报纸。十年过去了，现在他已经是校长了，因为太忙，每天早上我起床后都看不到他，晚上很晚他才回到家，我真怕他累坏了。希望他能少一些会议，多一些休息，可以经常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丈夫是中学老师，他喜欢每天早上
起床后，一边吃早饭，一边看报纸。十年过去了，现在他已经是校长了，因为太忙。每天早上我起床后都看不到他，晚上很晚他才回到家，我真怕他累坏了，希望他能少一些会议，多一些休息，可以经常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丈夫是中学老师，他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。十年过去了，现在他已经是校长了，因为太忙，每天早上我起床后都看不到他，晚上很晚他才回到家，我真怕他累坏了，希望他能少一些会议，多一些休息，可以经常和我还有孩子在一起。在家 ，at home， 客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啊？客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啊？客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呀？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。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。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。你让我做什么？你让我做什么？你让我做什么？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在打电话 ，on the phone。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你也不接。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你也不接。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你也不接。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，有什么事吗？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，有什么事吗？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关了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关了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关了。没关系，你先把电视节目看完吧，然后再给我回电话。没关系，你先把电视节目看完吧，然后再给我回电话。没关系，你先把电视节目看完吧，然后再给我回电话。在小明家 ，at 小明's home， 今晚的月亮真漂亮，像白色的盘子一样。今晚的月亮真
漂亮，像白色的盘子一样。今晚的月亮真漂亮，像白色的盘子一样。是啊，外边也不刮风，我们坐在外边一边看月亮，一边吃东西，怎么样？是啊，外边也不刮风，我们坐在外边，一边看月亮，一边吃东西，怎么样？是啊，外边也不刮风，我们坐在外边，一边看月亮，一边吃东西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先把桌椅搬出去，然后你把水果拿过来，我们听叔叔阿姨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好啊，我先把桌椅搬出去，然后你把水果拿过来，我们听叔叔阿姨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好啊，我先把桌椅搬出去，然后你把水果拿过来，我们听叔叔阿姨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太好了，记得给大山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太好了，记得给大山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太好了，记得给大山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不用打了，你听外边的声音，一定是大山。不用打了，你听外边的声音，一定是大山。不用打了，你听外边的声音，一定是大山。你吃过水果饭吗？你在饭馆的菜单上见过水果饭吗？你想学着做水果饭吗？其实做水果饭很简单，先把米饭做好，然后再把一块块新鲜的水果放进去，水果饭就做好了。你可以做苹果饭、香蕉饭，要是你愿意，还可以做西瓜饭。多吃新鲜水果对身体好。你吃过水果饭吗？你在饭馆的菜单上见过水果饭吗？你想学着做水果饭吗？其实做水果饭很简单，先把米饭做好，然后再把一块块新鲜的水果放进去，水果饭就做好了。你可以做苹果饭、香蕉饭，要是你愿意，还可以做西瓜饭。多吃新鲜水果对身体好。你吃过水果饭吗？你在饭馆的菜单上见过水果饭吗？你想学着做水果饭吗？其实做水果饭很简单，先把米饭做好，然后再把一块块新鲜的水果放进去，水果饭就做好了。你可以做苹果饭、香蕉饭，要是你愿意，还可以做西瓜饭。多吃新鲜水果对身体好。在办公室In the office. 老师，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，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呀。老师，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，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呀。老师，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，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呀。你每天认真学习，做练习，完成作业，一直不错呀。你每天认真学习，做练习，完成作业，一直不错呀。你每天认真学习，做练习，完成作业，一直不错呀。这是我昨天的作业，您帮我看看对不对？
这是我昨天的作业，您帮我看看对不对。这是我昨天的作业，您帮我看看对不对。写得不错，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写得不错，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写得不错，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。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。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。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。 老师，除了小云其他人都来了。老师，除了小云其他人都来了。老师，除了小云其他人都来了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小云怎么还没来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小云怎么还没来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小云怎么还没来？刚才给他打电话了，他在路上呢。刚才给他打电话了，他在路上呢。刚才给他打电话了，他在路上呢。不等他了，我先给大家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不等他了，我先给大家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不等他了，我先给大家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老师，您放心，今天的比赛我们一定能拿第一。老师，您放心，今天的比赛我们一定能拿第一。老师，您放心，今天的比赛我们一定能拿第一。在休息室 In the lounge。 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呀。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啊。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呀。是啊，除了看新闻，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、看电影、买东西。是啊，除了看新闻，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、看电影、买东西。是啊，除了看新闻，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、看电影、买东西。对了，你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呢？怎么没见你穿？对了，你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呢？怎么没见你穿？对了，你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呢？怎么没见你穿？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，给我弟弟了。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，给我弟弟了。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，给我弟弟了。他满意吗？他满意吗？他满意吗？不用花钱，还有新衣服穿，他满意极了。不用花钱，还有新衣服穿，他满意极了。不用花钱，还有新衣服穿，他满意极了。除了春节、中秋节以外，啤酒节也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节日。这个地方每年夏天都要举行一次啤酒节。在啤酒节上，你可以喝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啤酒。除了喝啤酒，你还可以在街道两边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歌舞。
你想不想了解世界各个地方的啤酒文化？来这里的啤酒节看看吧。除了春节、中秋节以外，啤酒节也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节日。这个地方每年夏天都要举行一次啤酒节。在啤酒节上，你可以喝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啤酒。除了喝啤酒，你还可以在街道两边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歌舞。你想不想了解世界各个地方的啤酒文化？来这里的啤酒节看看吧。除了春节、中秋节以外，啤酒节也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节日。这个地方每年夏天都要举行一次啤酒节。在啤酒节上，你可以喝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啤酒。除了喝啤酒，你还可以在街道两边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歌舞。你想不想了解世界各个地方的啤酒文化？来这里的啤酒节看看吧。